从成都，我从文江区政府那边回到市中心了，大概20多公里吧，过来20多公里，回去20多公里，就回来浇个水，主要看宠物店有没有重新装修开业，没，现在还没开，要月底才开。我在那个地方买了那个狗粮嘛，看看你吃的东西。本来想给他做一下美容的、美发的，给把毛剪一点，剪短一点，把毛剪短一点。但是装修还没完，刚刚停车在那边玩了，就耽搁了1个小时吧。现在5点钟，晚高峰期间，这边郊区外边就不存在晚高峰吧。都是往这边走的，我们是往市中心走，是反方向。反方向，再听一下音乐呢，把音乐放开。把音乐打开，音乐。把 QQ 音乐打开，因为我两个软件里面收藏的歌曲不一样，哎呀，不是邮箱。这些软件现在国内软件打开全部是广告，我收藏的东西在哪个位置啊？
回家，从成都到温江，温江到成都20多公里吧，没走高速，我走了小路，走了小高速旁边的小道。那边不堵车啊，因为我回去了，我有可能高速上面会堵车。是新的房子，大概也就是2-3年左右的历史。这一片全是。
加油！我们的警察同学。 Simba
家都听一下。干嘛说不必弄得弄路跟踪炸球，干嘛说谁来人来提起过几轻松，我提起过几轻松，我炸戏你炸戏你炸戏，想做一个就叫炸戏凶。不平着的马路干着几阵松，格拉玛拉西拉罗没得几个的几个轻松，得几个的轻松。冷冷我一地将这秋夜冷冷冻冻，杀猪说龙鸡咱俩的节日都着送，我的节日都着送。你扎西你扎西你扎西，想着一个就叫扎西秀。那些的家在小雨来落的更重重，在飘龙梯在那的起来都听着要松，的起来都听着要松，的起来都听着要松。中央向日方向廉政江苏中央线Yeah.
Thank you.
日各庄、大日各庄、七马五、龙庆和那个白河唱的比较好，还有就是欧姆能够跟上那个节奏，然后其他的就是扎西、恩格、吴京、马甲，还有指标啊那个。昨天开心把那个月儿搬下来，第一次跳都跳不来那个，是个老板娘，老板娘，她晚上应该不会来，就偶尔来一下。不靠于山垃圾的街道，야구도강지파나조쳐다문자커벌라기밤새비내도차조고어보도마창가여롱지这里叫凤翔高远，凤翔高远，三八萝卜的，张西多吉。这叫故园，故乡高原，故乡高原。这右手边就是琴台。
这个首歌的名字有点乱。这个是美丽的太阳，然后那边他们又说是藏族人，这个一说是哲巴的，又说是另外一个人唱的，搞晕了这个。这个老的建筑，100多年历史吧。这个前面就是人民公园，这边就是金河宾馆，旁边就是宽窄巷子。这边修地铁嘛，太堵了，这边堵得不得了。这边过去过来都堵，这个主干道蜀苏大道嘛，堵啊。哎，这真太多广告了。不是这个，是版权的。在前面图书馆，这右手边是博物馆。
在左手边科技馆，在前面是体育馆，那边是艺术馆，那边正在修。这个右手边就是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要看几天了，看得完。我那次都看了三天左右。就这栋楼没有负一楼，就一到四楼嘛，五楼六楼可能是，就是没有停车场。他那儿没有停车的位置，他没有地下室，没有停车的。是怎么回事？就交了，对交。这边有天府广场，天府 Square， 这边修了之后，好多地方都模仿那个天府广场，都在搞广场，都在修。都是免费的。这边是天府广场，天府广场中间是八卦阵那种，就现在就是中转站，地铁中转站，全是换乘的，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这边那栋楼烂尾了，现在房子还没有卖吧，在修了十多年了，修了十二年左右。对面那两栋也是修了十二三年才修好，现在下面那个新世界百货已经搬走了。接电话。喂，你到屋子没有？我在毛利百货里面，妈到家了。毛利百货又是沿 SQ 这儿烂尾楼里面，老子吧。这边烂尾楼集中地应该是这边，这两栋楼是修了十多年修好，这边染房间拆了之后现在修了应该有十多年吧。这边就是贸易百货，这边楼重新修的，就是以前的人民商场，现重新修的。人民商场以前被八九被烧了嘛，烧了之后重新修的。然后后面那个贸易百货，这边那栋楼空了，墨尔百盛租金太高了，搬走了。这边以前成都华联那边搬走了，这边前面新世界百货也搬走了，拆全部搬走了。这一片现在只有贸易百货在坚持，对面是九龙广场，九龙广场是批发的那个被影响。还有万子是服装批发市场的，也都不影响。现在这一片就已经死了，基本上韩国城那些小商品市场也已经也不行了，早就没有了。
就是疫情的问题，瘟疫的问题。以前还将就吧，还能够坐准，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对面那个九龙比较大的那个九龙广场，租金开了开了降，以前一个摊位都是七位数以上，现在都是40多万、30多万、40多万吧，一年吧。反正降了很多，然后做那个生意也少了很多。这一片以前很火的，就这一块，就这路口这一块，现在不行喽。现在这一片已经死了，怎么回事？那个对焦有问题了。青石桥批发市场，批发海鲜，然后晚上在那边吃海鲜比较多。早上6、7点钟，我现在没往这边走。以前那边是，这边是红绿灯都没用的，基本上就早上8点钟就恢复正常了。反正这一片全是卖海鲜的，周边的都在这边进货。这两边全是吃海鲜的。这全是海鲜批发市场。又是个，反正这一片都是。这个市中心春熙路那边也是24小时都开的。6:08。现在那个这下面这一片是不让按喇叭的，按喇叭的话就会它有监那个监视的那个给你定位的那个，上面有显示有哪些车子按喇叭要罚款扣分。我看能不能左拐哦，不能左拐就绕一圈哦。现在应该放学了吧，应该早就放了。我们家孩子就在旁边做城市附小读书，现在已经没在城市，在成都七中，七中育才。好，不让走嘞，好，那就直走喽，只有直走了，只有直走了，那边就堵了，人为造堵。其实以前是小学是3点4、3点钟、4点钟就放学了，现在搞了个延时，延到5点钟、6点了，5点半到6点钟。像每天我就溜狗去的这一大片吧，反正这边右手边就是 Cosmo 成都，就是很时尚、很潮流的，很潮的，应该在全成都现在排第一的，打卡、拍照、摄像的那些都在这边，里面全是，里面是全是自拍，那些拍也还可以。拍成都哦，那个太古里那边是吧，没有那么集中。但是流量比那边大，但是那边时尚那些不能和这边比，惨了，这边就麻烦了，这边是不算左拐就，没标准车，停回去，这交警喜欢贴单子这些地方，贴了的话发现的话就有限的话就扣三分罚150，没有限的话就罚款100。
在我们对面那个正在修的那栋楼，三栋28层，有写字楼、商场，这边商场太多了，本来市中心也该是这样的，但是不知道这边价格不知道，反正我们也考虑买那个。我们现在我们那边价单价在4万多一平米，在整个中国来说还算便宜的，在中国来说，你在市中心春熙路步行街那个地方，才4万块钱一平米。还算很便宜的，它还是学校成都小学初中的数一数二的，都在这个位置，算学区房了。不是学区房，一般只卖到老的那种，只卖到2万7、3万左右，这边是4万多，4万23，4万，也就是4万块钱左右，就这一片，包括太古里的隔壁，太古里那边也就是在3万7、8、3万8、3万多、3万5，现在都有，也就不到4万左右吧，因为这边是有学校嘛，城市户小，那高中那边价格便宜一点点，像我们那个孩子都成都七中育才那个，那边价格应该在3万2吧。3万2左右，这边他那个稍微这边直走应该400米、400-500米就到了，他那边挨着太古里的，那那边房子价格没有这边贵，主要还是小学的周边的贵，高中的初中的那种价格，房子价格没有小学的贵。这边挨着省政府，去春熙路那个地方呢，老火，每一天随时堵车嘛，他那个地方随时都不分周一周五什么周六都不分的，随时堵，因为那边步行街嘛。放什么歌？这一锅就不要乱放了，这一锅有版权的。那本书也长满了芳草，什么意思？这边城市户小，这边是 C 区 ABC 区，我们它分高中第一年级吧，反正以前上小学的时候这儿很近，就走路的话也就隔壁嘛，十多二十米就到了，就走路就在这栋房子，很近很近。我们那个朋友修了那个矮的房子，就在前面那个2、3层那个批发市场，到现在20年左右吧，应该十二十年，到现在都没有不让他开张的，不让他开业，就是应该钱没送够吧，贪污那些，说真。